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活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面。这一系列我们透过圣经马可福音，我们一起来认识耶稣是谁。其实我蛮鼓励你，如果你没有圣经，去找一本圣经。如果你已经有圣经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，每一天我们就是从马可福音读一小段，我们一点一点往下读。那么在每一段落当中，我们来看，透过这一段，我们可以更多怎么认识耶稣。过去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，我们看耶稣是谁。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他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。我们一直在说神迹并不特别，因为它是神所做的事。如果那是人迹，是人所做的事，我们就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呢，我们人是做不到这些事的。但是因为它是神迹，所以前提是他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，所以他行了很多你我这个平凡的人我们做不到的事情。但是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，在接下去马可福音进入到第六章后面半段的时候，提到耶稣也有的时候是不能行。其实圣经不是说他不能行，是不得行。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他说耶稣在那个地方就不得行什么样的一些神迹异能，而且他很惊讶说那里的人为什么不信。不得行跟不能行不一样，不能是能力的问题，不得是他有这个能力，但是好像有些东西拦住他，使他不得做，他没有办法做。为什么没有办法做？不是能力的问题，那是什么拦阻呢？后面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很诧异，在那个地方的人不信，不相信，是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大能。他的确是那位蛮有能力的神，但是如果我们里面存着很多不信的恶心，你知道不信的恶心就是圣经上的话说，不信的那个恶其实是一个罪，就是如果我们里面塞满了很多的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，你就什么也看不见。但是拒绝那种不可能的负面的思想，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些很大的冲击吗？你是不是也在跟神祷告说，主耶稣你帮助我帮助我。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心，你也真的这样祷告呼求神，或者你在想说，我的婚姻我的健康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的经济，我有许多的一些困难，我渴望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一位全能的神，他可以成为我的帮助。我要对你说，神的能力从来没有减少，他的确就是那位全能的神。但是如果我不信，你就什么也得不着。就好像银行里面有那么多的钱，银行没有倒塌，银行始终有那么多的钱在那里，可是你拿不到，因为你手上没有提款卡。那么什么是提款卡呢？信心。信心是一个提款卡，所以当你没有提款卡的时候，不是银行没有钱，是我拿不出来。为什么拿不出来？因为我没有提款卡。信心，求主恩待我们。你愿不愿意跟主说，主帮助我，让我得着信心，我试试看跨出这一步，我要经验我的神是不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在预备这一集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一个感动，我想和你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真的相信有一些好朋友，他很特别的看到这一集的恩典365。主啊，我相信你爱他，你要帮助他去面对他生命当中许多的无能为力。我们承认有很多的事情在我们不能，但是信心这把钥匙带我们进到上帝的全能里面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一点小小的信心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跨出这一步，经历你的全能，在你凡事都能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求主帮助你，在你所感受到的那个无能为力里面，带着信心经历神的大能全能。上帝祝福你。
今天我必与主同行。